有了有了。那我刚刚按一下，现在是三。有啊。哦，两块多了。拿着电，拿着楼梯要干嘛？去左边。哪里的东西？嗯，你那么下面。上角一个星星，下面一个红的，其他看不懂。那不行哎、欸。怎么不行？我说拿掉帽子，但是眼镜要戴的，不知道够不够亮、哦哦，不知道够不够。如果不行就额外戴。还可以，因为太阳是从右边的、啊。女小儿正在准备拆眼镜、啊，要看我亮不行、啊。你会照到我不会？状况了，上面还蛮难的呢。这一点点，不错呢。那你为什么不拍？我也靠你就可以了。哎，我会要柱子，会不？赶快再拍广的。广的，你要我拍广的、哦？对，快拍。靠腰，按错了。好，算了，没了。是不后面？对。哎呦，刚就歪了嘛。没关系，要等下。看看后面有没有机会。这个眼睛一直掉下来，它太窄了。没有，要戴再拉上去还有啊。不行，这样真的太亮。嗯。但是我又不想调后面，因为这样戴了就不够。耶，它有没有被挡到？我想要让它就这样开。理论上我会一直在树里面，因为缆车的设计原理是。尽量在树里面，免得受到风的影响。我明明昨天拍的照片就有很多。拉高的时候才会偶尔。等下，现在就快要过高了。但是基本上线还是要在树下面。一般原理是这样。那我就叫你自己拍，为什么要叫我、啊？没有，那你不用拍，你收起来。你的相机比较好啊。
现在。现在。那就是有线。又没了。好了。我眼镜很难弄。那先不要了，我们等一下赶快滑去绿线那个地方拍好了，好吧？好、哦。哎、欸。都被缆车架挡住了啦。这里。山顶巨龙把云黏住的能力，对呀、啊，就已经很晴朗了。影片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止十二点呢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现在快一点啦。我觉得时间有拉长的倾向。这里不是更好？现在到下午三点为止，都是。都写晴天，所以会越来越晴。那我们要不要滑一次就回比拉夫啊？哈？因为比罗夫的啊，好吧，都可以。因为比罗夫拍到的角度也不错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我要戴帽子。而且坐这面好，比较被太阳烤。我觉得喜欢还是不喜欢？不喜欢。哦，是哦。我还跟你一起挤耶，我也不想跟你一起坐。哎、欸，我下面的线电缆掉了，是怎样？现在也看不到了，躲进去了。嗯，帽子不大。我觉得如果太阳一直在出现的状态下的话，帽子可以不用戴。好，鼻子要压扁。什么压扁？鼻子被血迹压扁，它的风景很漂亮。好啊，那去啊。然后你就来。
行的话，我提回去，然后你说不要。啊，就觉得你自己也觉得这边很可惜吧？有什么贵？不，我之后的话应该也不大会，万一还要来华，也用不着全三卷了。不来了。对啊，这里。但是一直都不会腻吗？一直老是滑来滑去。老实说，以不腻的程度来讲的话，还是其他的雪场比较好练，这里没那么好练。就要不雪多的时候推不动，要不就是没有雪。上面没雾，很难得。可以拍吗？不过
拍出来看出不出有什么。应该要缩紫色。那个也没弄，我的鞋子是松扣的，然后我脚也没拉。因为我是坐着穿的。
好，跟你。休息。很累吗？有一点。你的会乱转吗？不是，就单纯也是累。有在拍吗？啊？有啊，有跟着。我在拍欸，他有在拍吗？有啊。Hey, check it out here. 啊？你要试哦？没有啊，你要不同路线，这就是啊。有啊，他就在他旁边，然后乱骑了一下。啊。这很乱。而且前面有个叉叉。好，走吧。
是啊，是啊，那我走了。这边可以，乱七八糟。这边可以，啊？这边可以，可以啊。来看看没？可以滚下去吗？这边就算怎样子也都很松，是吗？因为可能比较轻松，抽进去了，抽进去了，抽进去了，很深哦。对啊。对啊。哎，滚滚滚滚，走不了。你要进去吗？我不要。好，我的问题是不是一边虽然踩着那一边，但是我还是会一直这样滑下去，没有这样牵在它里面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就说我也是啊。你看我，你看我左滑跟右滑哪边侧滑的比较远，你就知道我哪边比较弱。你可以先来看看。转一下，受不了。但是啊，我觉得那是因为斜度也有关系吧。你说，一边高一边低是吗？就是都有。干嘛你想要滑这个？我不是要滑，我是刚刚我自己在踹，结果用了过多的体力，然后如果我在斜的地方站的话，还是会酸，所以我来这个地方比较平，比较不酸。太阳出来了。彩色的鱼。不是彩色的、啊。好松，好松。我觉得我这样脚底板又开始酸了，太怕，太怕。
我在休息啊。嗯，好。又要拖板子，下次。嘿啊，我现在这感觉，我到底为什么那样子好酸？我到底是怎么用力的？我现在是脚抬起来就觉得不酸了，然后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知道我因为害怕，身体用了很多的力量，但是也不懂是怎样子奇怪。我看这样站还是酸啊，脚底酸，奇怪。OK 最便宜，谁们？谁们？他们在说这个地理组。啊？不知道。他们在说我们用的那个地理组吗？哦，谁们呢？就是短短的，因为你比较高，我有放低。有人啊！笑。好了。好了。没人了。来。来。挡到他。没人啊，完全没人啊。挡到山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
OK。 然后你很胖，就越是光脚。没关系啊，搞不好回去一看又觉得不错，你说电脑看看。太好了，有人。搭缆车尿尿好了。对啊，现在去尿还是？你是说滑完去尿？对。好啊。他反正要搭。对啊。不是啊，那个东西好像是。是啊，应该是。而且我发现那是个恶性循环，越紧张越用力，越用力那里越酸，越酸又越紧张，然后都不是酸大腿，就是完全用错位置。我上午好像有想到要什么方法滑就比较好。你就先走啊！我就先走，因为我滑久了。对啊，每次我都在那边等。
你说什么？什么叫回去？什么回家？你说什么？怎样？随便啊。3个小时，下午。你说快要时数不够了吗？你的卡。嘿，快要不够了。下午是多少？几点开始？12:50吧。假设是1点开始。嗯。加2个小时，下午3点。嗯。那你会跟我换卡吗？对啊，先换卡。什么时候换？3点再换。对，3点左右就差不多了。搞不好是2条，也不一定。看不出来，没有很宽诶。嗯，我看到几次车子走都是由右边往左边翻。对啊，还一次换位。也许有可能啊，他就故意弄单行道1000。其实就算要多滑，这边也只能再2趟也要回去。那边可以拍的点也蛮多，还有就是雪道更大，更不慌张。其实我们刚滑的不是雪道都蛮大的吗？是啊，刚滑的雪道有个特征就是左高右低，中间凸，然后原来都只滑一边，后来发现中间凸，其实右边还有。其实再更严格讲啊，只有中间有压雪，最左最右都没有压。我觉得有动物的脚印。我觉得有动物的脚印。真的吗？对。哪里？你说地上那个？对，先是横的，然后接着是往。对对对，接着先往上爬，像哦，很像啊。其他的话就比较像是雪球在滚。他们走一直线一定要走一直线啊，省力。他们知道、哦。应该是学会的吧。
两只前脚踩了会陷，会费力，那后两只脚就踩在前脚踩过的地方。在雪地走也是啊，一排一排走。10号为止。刷什么十万？我的 Prestia。对。刷满十万送5000。可惜我现在，我觉得之前就看过，但是我又忽略它了。然后我现在满十万还是要单笔十万？集满。哎、欸，你觉得？我觉得那个、啊，那个什么，12月18他会来。那你就问他，轻松个包起来多少钱啊？啊，你问了？当场就跟他刷卡。我猜没办法。Dusky 呢？好。欸、好主意。Dusky 到底有找到什么东西折扣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没有，我用 Royal Box 就已经有了。我不知道他清这么多地方会多少钱。我也不知道。冷气机有三台。预算都开给他。冷气机没有啊，预算，但你就是要清这么多啊？对啊，我说的预算都开给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想知道啊，清厕所多少钱？因为照我的经验，那一个马桶座大概10000多块，10000多台币，那就是这里的6-7万吧。那冲洗一个冲
应该说清洁那个东西，而且我想知道他的，还是我们可以直接问他说，哎，这是别人用过的，你觉得我们是怎么换掉好，还是清洁好？都可以，到时候再。就是说以他，我问他说这个这样清的干净吗？如果觉得他觉得哎，秋豆，那就那就算了，我们就换新的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嗯。如果说他说哎，其实这组还很新啊，什么还可以用啊。嗯，但是我跟你说，连我们台北家自己的都下面也都黑黑的、啊，很恶心，超恶心。就是多久就是这样吗？我知道，我买多久，我不记得我买多久。对啊。就是那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能怎么洗。但是现在租的那个，就给他那个抗霉剂，就给他喷，就喷就对了，管他的。就是绵羊头啊，今天是绵羊头，就是很坚持的在那里不动了。嗯，没有那个什么北风，小时候那个北风不是什么一吹就怎样怎样，吹不走，把衣服吹掉，然后怎么多穿几件什么的，是吧？那故事是这样吗？你可以解释着讲讲看。我不记得啦，我只记得好像就是北风吹，然后他就把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衣服要穿更紧还是什么的？但是我也不记得重点是什么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嘞？忘记了，我记性不好。刘寿都的钱退来了。哦。214240。台湾的、哦。欸？竟然是日本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当初付的时候不小心刷错。这样你这样也好，没有汇差。所以是日币去日币回。很好啊。而且最好笑的是，一样的假期啊，我从210000升级为80000的假期，省了一笔。差那么多。哪有差很多？人家是王子呢。哪有，他这个是刘寿都诶，度假村呢。我说升级成功。那你以后会再带我来吗？那下次就来刘寿都看看好了。有没有说，应该那是同一片云吧？我们这边看到云，刘寿都应该也看到云吧？一样啊。我们这边看到云啊，刘寿都没有。不过刘寿都只有一个地方的山顶附近看得到而已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。啊。是哦。因为它的雪道的走向。有某一个的山顶站，你那时候还跟我说一样，两边一样，看得到啊，不然你看这四个雪场有几个雪场看得到？花园看不到啊，他、那不，对啊，那刘寿都他的山那个展开的幅度跟这里差不多大，所以只有少数几个雪道。这次滑下去就可以去上厕所，对不对？你很想？蛮想的，你不想吗？我一点点。那你不要去啊，我去。一样去啊，去啊。因为他算脱了鞋子走完近就到了。那如果去下面带走回去的，他又要从厕所出来后又要上板子后又要走好久，我不要，下套就不要。觉得这种有风吹的地方。一个动物都没有啊，就是这一块上面有真有足迹的话，太平了，他这样是暴露自己，他应该要躲在森林里面。不一定啊，如果他是白色保护色的话，我好想要看那个雪狐哦，他们不是会这样弹起来，然后往地里面钻，很可怕。我很怀疑我们会不会看得到，看到猴子就算厉害了。好了，剩两根柱子。看雪景。我说你没有拍照片。我坐这面，我都可以拆下来。怎么办？后几天都要这边下雪的天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喜欢下雪的天玩。
就是要排长一点啊。那时候人多。排长一点，你要上课啊。你二月不就上课了吗？对啊。对啊。所以本来那个时候排就只是排你休假，休假的时候啊。点为止，乌云一片片。不要，就差不多这样而已啊，还好了。哎，所以我怀疑的什么哪边是不是海？我觉得不是，那个所谓的反光其实是雪。你看有没有看到了？在那，所以月亮亮度在那，合理。再拍一张吧。你拍。有月亮。冬至是几号？冬天对，冬至是几号？农历。半月，你觉得是什么时候？类似吧。好，往右出发。
这里啊，拍一张，全部都是雪，后面一个月亮，右边是一个餐厅。我刚刚有拍一大片，我要拍你啊。这样，差不多。有月亮吗？月亮在树后面。不用了，没关系，有全景就好了。你景的有0.5吗？有，在下面雪很多。你看一下 OK 吗？好，走，我跟你。
里转弯的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我用跟的、啊。我预测你的，用你的 pose 跟脚的动作，预测你要在哪里转。所以就，要不我就重复你的轨迹，要不我就同步你的动作。有两种跟法。好了，我再休息20秒。你看，误掉了。没有、欸，他只是路过那边吗？你是说这间吗？山顶小泡芙，不是小泡芙，那尖尖怎么叫？奶油。嗯。哎、欸，旁边那喷那个雪是怎样？除雪。除雪车把它喷走吗？你看那块，那真的不是要漏土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看我们滑下来的，我们从哪里滑下来的？我们是从左边来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滑错了吗？右边，右边是什么？右边会不会是黑线来的，还是怎样？是啊。我们从左边来的、啊。你看那个很陡的那个，都是土啊。感觉这样不是很妙哎、欸。对啊，这样感觉。这边其实也有土样啊，只是我们。你不是一直跟我说那是草，那是草。草的头啊，草的头就跨到这边土了。你看这。好。好、啊，来不及啊，没办法沟通。可以嘛？哦，刚刚都是慢速的，接下来我为了节省力气，我就要快快下了。哦，我就先走了。啊。月亮家。
月亮加上。我拍一张，而且感觉露出来的比较多嘞，是吗？有吗？而且它现在不绵羊头了，它 Q Q 的不见。你人要进去吗？你说什么？人要进去。哎，月亮被云挡住了。哎，再等一下下，大概30秒会走吧？还是他突然就不走了？刚忽快忽慢这样。也有人哦，环境在哪？环。会有国际的。哎呀，就这样。嘿，有这么远？有你的腿。好像一点手套吧。好，等月亮。你要环景吗？我捡麻的，但我觉得是麻的。突然发现麻的。都还看得到，现在跑进去了，然后那块云好像也不想动了。刚讲的时候，我抬头有看到月亮。我有看到，影片里应该有看到，影片里会更小，广角小的跟什么一样。有时候看到，然后看到，看到，我觉得啊，好矮哦。对啊，他没有。分东山和西山，好像其中一边比较高、比较长，但是好像也很好滑。出来了。哦，好上面哦。嗯，等云离开一点会比较明显，等一下会离更开。啊，再等30秒，再等1分钟。我再查一下留守图好了。看地图会是怎样？哎，教学中。Pizza and French fries。什么东西 ？Pizza and French fries。小孩一定认得这两样东西。最贵的。他报短体班，结果只有一个人上的话，就是便宜。哎、欸，什么？什么？我原来怀疑那边，不过我们应该看不到，在这个山的后面是洞爷湖。哦。然后，据说了，据说留守都可以看到洞爷湖。留守都真的在那、啊？真的、哦？真的。白白那边嘛，对不对？上面有几条白白那个？我看不到几条。三条。你说三条？好像三毛一样。哦，你说很远，更远。我爸也是白白那一片。啊，那个平的怎么会是雪场嘞？我说我说好。所以右边是东山，左边可能是西山。然后它的东山。你的月亮，你不赶快拍吗？有啊，现在很久啊。所以就是东山，你既然看得到过来的雪道，那几条雪道都理论上看得到羊蹄山。这照片里面我不知道月亮在哪里。你帮我拍一下。好，你要吗？快点啊！快点什么？现在都几点了啊？又有人。好了吗？好、啊。
不要。你先检查掉，我不要了。你又不要？哎、欸，你也来几张嘛？快点啦，快点啦，拍拍走了。你为什么弄了0.6啊？随便录的。好。你要怎样？就这样。好。还有嘞。好。哎、欸，等会，还没。反过来。好。没有。哎、欸，这张不好，这快要摔倒了呀。就是要摔倒啊。头很好，没什么的，尿的尿，坐缆车。太少哎，其实我觉得比罗富那边应该也人很少，真正人多，一来六日，二来下大雪，大家都很 happy， 那时候人最多。你对啊，你走吧。好虾，听不虾了。
什么？我自己滑滑的，他这样真的挤大块了，拜。那也快。好、啊。不知道。不过这个人在上面，他在干嘛呢？洒水。切切切切。洒水。不知道呢。用喷枪吗？不是速跑，是顺势。万一他有结冰的话，就重心朝前。